我天哪，今天给我激动死了要。刚才两天没出车了，然后我今天是三号嘛，我说出来跑一天，昨天刚换的轮胎，跑着我觉得还挺好的，车感觉比之前轻了，然后就接了，现在是接了七单了，已经就刚才接了在那个哪儿，在本来是在那个在那个哪儿，反正就是高碑店那边吧，然后接了一单，从那个化工路那边接的，应该附近接了一单到这个那个建外 SOHO 的，然后本来是一个拼车单，然后那个人取消了一个，然后就剩一个，就是是两位乘客，他俩一起的嘛是，然后上来以后就是。很正常那种，然后也都没有说话什么的，然后都就快到了，走到那个真的都快到了，都走到这个朝阳路上了，然后左转就快到了，然后他俩说，他说你是那个拍视频的可可吗？天哪，给我吓死了，我说是，然后他非要给我200块钱，非要给我200块钱，哎呀拉扯半天，我说不行不行，不能要，哎真的挺激动的，激动死我了都。我这是应该是第二次吧，就是接到看我视频的，哎，到现在还激动着呢。谢谢，真的太谢谢了。他说那个，哎呀，就是一点小意思，然后让我给我们家孩子买点零食什么的。我说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哎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哇塞，我这个他给我发了个红包，100块钱的红包，我天哪，哎呀，我这刚才他非要给我200块钱，知道吗？然后他就扔车上就赶紧走，我就下来就赶紧去追他去，哎呀，这点不开，天哪，这让我怎么弄啊，这让我感觉好难受呀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真的特别感谢，以后我真的不能说我是可可，特别感谢，真的很感谢。以后如果真的再遇到看过我视频的坐我车，如果一定要发红包的话，可以发个6.6块就行了，或者发个8.8块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发这么多，真的感觉挺难受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接单了，真的再一次感谢。这两位朋友真的很感谢，这也是我跑滴滴以来收到的最大的红包，真的谢谢你们。